Hello， 各位同学好，我是 David 老师，欢迎来到我们自然音标的课程 Phony Phonics 自然音标。今天老师要为你介绍的是母音元音 I 母音元音 I 而这样同学们如果不知道老师网站在哪里的啊，可以参考我们自然音标的学习网站 phonyphonics.orgphonetphonics.org phonyphonics.org。 好，在我们这个自然音标的学习网站这边首页，我们一个 phonyphonics 4.0， 在这个地方我们有个连结那同学们可以点选一下，这边有个自然音标 4.0 开发者版本免费阅读。好，我们点选这个连结之后呢，就可以到一个我们的下载我们的免费 PDF 的这个页面。好的，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第六个选项有 RAM Master 3060运音原理同学们可以点选这个连结，可以了解我们这边什么是叫做运音那当然运音就是我们讲的 rhyme 好，那当然我们在这里面可以学到一些 rhyme set 运音组合那当然你如果不了解运音的那你在这个自然发音自然拼读 phonics 中应该就是比较会找不到这个规则要先懂得运音的原理，这个 phonics 这个自然音标自然拼读才有办法做一个操作的动作好，在这边我们也提供一个国际音标的这个对照组同学们也可以学到自然发音自然拼读以及国际音标这该怎么学点选之后就可以下载我们的 PDF 免费的这个档案大家可以用这个 Acrobat Adobe Acrobat 这就可以打开来了。好，那我们上一堂课有教的是 INC 念 INS，所以有 mints, prints, sends, wins, 以及 i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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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cinch, clinch, finch, flinch, inch, pinch, winch。 好，那我们今天要教的这两个这个组合ind。 好，所以我们在讲 ind 如果按正常的这个没有特别去学这些字组的话，大概的通常人就会想是不是 int 那时候我们 wind 我们念 wind wind 不过常常大家同学们会操作上会觉得有点奇怪，可是好多 ind 怎么都念 int 有时候我们讲 bind blind find grind hind kind mindRind 这些字OK 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就来研究探讨IND 为什么有的时候念 int， 有的时候念 int， 有的时候念 int， 有的时候念 int。 好，那来我们来先来打开我们的连结好，我们先来把我们的 IND int 跟 ind 把它 copy 下来。好，老师先打开这个我们的这个公版好，老师现在做一个贴上的动作那同学们如果看不到这个音标的看不到这个音标的同学可以在这个字形的地方点选有资源 Uni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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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字形的像老师用的是 Arrow Unicode 这样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的音标了。好，我们的 IND 有 INT， 所以有 WINT，IND 念 INT，
You bind, blind, find, grind, hind, kind, mind,以及 rind。好，我们有这几个选择哈，我们有这几个选择来。好，所以我们今天要研究探讨的就是 ind 为什么念 ind，ind 为什么也会念 int。好，那这个选择哈。好，那来，首先到最上面，什么叫做 vowels？ 什么叫做 vowels？ Vowels 我们就翻译成母音或元音，母音或元音。母音元音有 a、e、i、o、u。不好意思哈，再来一遍哈 ，a、e、i、o、u。A, E, I, O, U. A, E, I, O, U. 我说英文26个字母，我们讲母音元音就是 A, E, I, O, U. 好 ，A, E, I, O, U. 好，那在自然发音、自然拼读中，我们一开始哈，在教学中，我们会教两个大项目啊，一个叫long vowels， 一个叫 short vowels， 好，所以我们叫 long vowels。long vowels， 也就翻译成长母音、长元音。long vowels， 长母音、长元音有 a、e、i、o、u， 所以当我们在叫长母音、长元音，就是 a、e、i、o、u、a、e。I, O, U， 所以在 A, I, O, U 啊，在长母上长母音长元音中，在国际音标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们都是由两个符号组成的，只有一个不是哈，只有一个 E 不是哈，所以五个符号中，其中有四个是由两个符号组成的，这两个符号组成的啊，在国际音标中，它的名称叫 diphthongs， diphthongs。Diphthongs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双母跟双元啊，双母音跟双元音，其中有一个 e 不是哈 ，e e e 不是哈。当然，在英式字典中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e 后面有两个点啊，有两个点啊，这 e 后面有两个点，我们称它叫做长母音、长元音。e 后面没有那两个点，我们称它的弱母音、弱元音。好，所以我们这样有那个两个点，我们叫 i with e with two dots， 哈 ，long vowel with two dots， 哈 ，long vowels with two dots， 那这个就是长母长元啊。好，那在自然发音、自然拼读中，第二个选项我们在教的就叫 short vowels， short vowels， short vowels。Short vowels 也就是我们讲的短母音跟短元音，有 a、a、e、a、e、a、a、e、a、e、a、a、e、a、e。好，所以我们讲 a、a、e、a、e、a、a、e、a、e、a、a、e、a、e， 这五个音哈，就是我们讲的。短母音跟短元音，短母音或短元音。哦，那这个有没有注意到他们这一个符号是在英式啊，所以在自然国际音标中，它的名称叫 monophtho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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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我们讲的单母音跟单元音啊，单母单元就叫 monophthongs， monophthongs。Monophthongs。好了，那我们今天要先来了解一下 ind 为什么念 int， ind 为什么念 int， ind 为什么念 int， ind 为什么念 int。好，那先回到 vowels 这个地方哈，什么叫做 vowels？
vowels. A, E, I, O, U. A, E, I, O, U. Vowels, 也就是我们讲的母音，我们讲元音，好，母音或元音 ,vowels. 好，他的好朋友叫 semi-vowels. 好，这个概念就要先记得，什么叫做 semi-vowels? Semi-vowels, 也就是我们讲有 R, W, Y, R, W, Y. 这个我们就称它叫做半母或半元。好，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假性母音或假性元音啊，这样子一个称法。那这个 semi vowels 哈，那当然啊，它为什么叫做 semi vowels 呢？啊，那现在要注意这个 semi vowel 这个 concept 啊，这个概念啊，它并不是来自这个啊国际音标啊，它是来自 phonics 啊 phonics 中的一个概念啊。那 phonics 中呢啊，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 y。啊，在 phonics 中的是这个 y， 它有个公式叫 y as vowel，y 可以当母音使用啊。所以当我们发现一个字、一个单字，如果它只有一个，啊、它完全没找不到母音跟元音啊，所以说 by by 好了啊，找不到其他的母音跟元音。那只看到一个 y 的时候 ，y 确实可以当母音或元音使用。r w y 之中只有 y 有这个啊，有这个。啊，就是找不到其他母音元音的时候 ，y 确实是可以哈。好，那 r 跟 w 呢，则没有，也不算在内哈。好，那所以我们知道 r 跟 w 啊，在国际音标是有符号的，但是 y 在国际音标哈，在我们的英式啊、美语啊、英语啊、美式发音、英式发音都没有 y 这个符号，反而在音标中我们看到是 j 这个符号啊 ，j 这个符号。好，所以用到 y 的时候哈，假性母音元音的时候，通常会出现 j 这个符号哈。所以啊，要先了解一个概念，这个 semi vowels， 也就是通常我们在讲哈，在 phonics 中哈，我们在讲 phonics 中的这个自然发音、自然拼读中 ，w 跟 y 啊，确实是可以当啊，尤其是 y 啊，是当 y as vowel 当母音元音使用。w 呢，它是个很特别哈。它在国际音标它的认知是哈 ,consonant can rhyme with vowels, 可以跟母音跟元音混合使用哈，可以一起发出韵音的就是 W。那 R 这个字呢就比较特别一点了哈。R 这个字呢，如果我们在看英式发音啊跟美式发音的拼法的时候，好像 center,C-E-N-T-E-R, 啊，英式 C-E-N-T-R-E, 啊，所以说啊，很多人会发现，哎，这个 r 啊，可以写在母音元音前面，但是写到音标的时候，啊，在英式发音的时候，结尾的 r 通常它就会发出一个音哈，它就会变成这个音，轻声母音哦。啊，所以我们称这几个哈比较特别。但我们讲一个概念来说啊，在背这个 semi vowel 时，就我们就把 r w y 都带进去哈，啊 ，r w y 都带进去。那么 R 这个字母啊，也是比较特别啊，它是26个字母中唯一一个啊，就是我们有战舌音哈啊，它是会抖的啊，它来自这种西班牙语系啊。好，那所以一般26个字母 A I O U 以及 R W Y 拿掉之后，剩下的在 phonics 中，我们统称都叫 consonants 啊，也就是我们讲的子音。或者是辅音、子音，或者我们称辅音。好，好的，来，好，那我们现在来第一个哈 ，ind 为什么念 int verse？ind 为什么念 int？ in 或者 int？ int 或者我们念 int？ 好，那我们各选一个字哈。Wind 以及 find 好了，这两个很简单哈。Wind 以及 find 啊，我们发现 find 这个字是一开始很早的课程，应该大家都学过了哈。所以我们来先来看 wind W 是个 consonant， I 是个 vowel， N 是个 consonant， D 是个 consonant。
Find F 是个 consonant, I 是个 vowel, N 是个 consonant, D 是个 consonant。好，所以我们在一开始看它的排列哈，那当然 W 哈，我们写 semi vowel 哈，啊，假性母音、假性元音啊。好，那先注意一点假性母音跟假性元音的一个操作方法哈。当我有母音 A E I O U， 好，当我有母音元音 A E I O U。母音元音 A E I O U， 如果它的后方写上的 R W Y， 如果我们讲这个半母啊，或者我们叫半圆啊，半母半圆啊，半母半圆 R W Y， 如果写的 A E I O U 的后方，当它写在它后方的时候 ，R W Y 通常扮演的角色就是母音或元音。他们会这样子啊，一加二做个结合啊，也就是这边做一个结合。那如果 R W Y 写在 A E I O U 的前方时，当它这个半母半圆啊，半母半圆写在它的前方时，一般来说，它扮演的角色就是 consonants 啊，也就是 consonant 子音或辅音啊，就不会变成。啊，一加一的选择哈，就不会变成一加一啊。在后方会合起来，在前方通常不会。好，那所以说我们再把这个公式再重写。所以第一个我们不写 semi vowel 了，我们就写 consonant。第二个不用改，因为没有遇到这个假性母音跟元音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很注重的一个点呢、你要先搞清楚。看到这个假性母音啊，假性元音该怎么处理啊？半母半圆啊。好，所以我们现在重写。所以第一个就是子母子子，第二个就是子母子子。那或者我们也可以写辅元辅辅。啊，下面这个也是辅。元辅辅，好，所以我们先从要看判断这个 phonics 啊 ，phonics 中啊，我们先从左向右看哈，先从左向右看，所以任何一个单字啊，我们讲生字啊，我们要判别它怎么发音，通常都从左向右看，或者我们从前向后推。找到第一个母音跟元音的位置，我们停下来，那我们看它的正后方有没有其他的母音跟元音。为什么找到第一个母音的 元音的位置要停下来呢？啊，就像我们先讲一下哈，技巧面的问题哈。每次发音啊，每次发音它有 monophthongs dips 啊，每次发音这两种，好，在母音元音发音的位置有 monophthongs 单母单元 ，diphthongs 双母双元，但是它没有三母三元哈。音式发音呢？音式发音呢有 monophthongs、diphthongs 以及 triphthongs。单母单元，双母双元，但是它多个三母三元哈。那当然，我们在讲这个 phonics 啊，这个 phonics 中啊，它最主要的概念啊，就是去找这个 phony 哈，去找那个 phony 哈 ，phony 这个东西哈。好，先注意啊，这个概念它是。他是去找 phony 这个啊 ，phony awareness 啊，所以他要先找到音素哈、音素的概念哈、音素的概念哈、所以 phony 这个技巧呢 ，phonics 啊，主要就是在找 phony 哈、phony 这个音素哈、你要培养你一个音素的感觉哈、所以你才能用自然发音、自然拼读。
啊，那当然啊，这个美式发音呢，啊，在音素的这个概念啊，phony 这个概念里啊，它的发音的组合哈，一般只有单母单元、双母双元啊，vowel 啊，long short 以及 vowel digraph 啊，vowel digraph 啊，所以我们一开始先找看能不能找到两个啊，所以找到第一个就停下来去看第二个的这个动作啊，就是我们先看到他们找到一对。一般来说，我们不会，因为不是在讲英式发音，所以我们不会去看第三个，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停下来，那我们找一对的时候，就叫做 pair vowels 一对paired vowel 一对母音，一对元音它可以形成 vowel digraph，vowel digraph 二合母音，二合元音所以一开始先看看能不能二合起来二合不成功的话，像今天这个状况，那我们就直接可以判断这个母音跟元音的位置，它有个新名称叫 nucleus，nucleus。所以 wine wind 的 nucleus 在 i，合音在 i，fine 的合音 nucleus 也是在 i。好，那找到这个单字之后，合音的前方我们称叫 onset，也就是首音。所以 wine 的首音，wind 的首音在 w。合音的后方找得到所有的子音跟辅音，我们称 coda。那是 wind 的 coda 就在 nd。fine 的 onset，fine 的 onset 在 f。Find the coda 在 ND，这是第一步好，那当然我们要来探讨一下，来看看找把今天单字 IND 可以发音为 int 或者 int。或者是 aren't，所以我们今天把比较，我们今天把下面的 find 当成特别音来组合，find，find，首音 f，合音 i，尾音 nd。那记得一件事情，我们刚讲一件事情呢，合音加尾音。合音加尾音，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合音加尾音，nucleus and coda 就会等于 rhyme，rhymes 韵音或连音。合音加尾音，一般我们就翻译成合音加尾音就会等于韵音，押韵的音，连音连起来发音，韵音押韵的音，连音连起来发音。英文解释就叫 rhymes。Rhymes， 所以这一段合音加尾音当你的韵音中如果是母子子或元辅辅的组合，通常你会得到短母音、短元音 short vowels。母子子、元辅辅的组合，通常你会得到短母音、短元音 short vowels。所以说我们看刚刚的 ind 它有点看起来像母子子，应该是短母音所以它其中。wind 的时候它是有 follow 它是有跟随 wind 的时候它是正规，但是它刚刚 ind 的时候它又不正规了所以它正规以及不正规都有。好，那如果一开始你很顺利能找到一对母母或元元一对母母音或一对元元音你会得到长母长元长母长元如果你找得到也就是我们讲的 pair vowels去形成一个 vowel digraph 最后三个字母如果刚好是母子音或元辅音，你也可以得到长母音、长元音。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这个特别的地方今天特别就是在 in 的这个地方我们看 in 的它就是 VCC 母子子，所以我们看 WIND 的时候，韵音在 IND 形成 VCC。所以我们用短母音短母音短元音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find 的时候又不是这样子
find 的时候又不是这样子了哈。find 语音一样是 ind， 也是 vcc， 但是它却单独的去做一个长母音哈，单独的去做一个长母音、长元音哈。这是为什么呢？那要注意一些事实啊。所以英文有一种组合叫 IND， 我们就念 IND。这个学校他们叫做要死背哈，死记下来 IND 念 IND。所以很奇怪哈，反而你会发现一件事 ，IND 念 IND 的时候的音还比较多。反而念 in 的这个选择只有 win 的这个字反而感觉好像 win 的是破音字其实不是是其他几个都破音的，只有一个 win 的 follow 这个规则，但是 win 的是少数的单字ind 却念 int 如果大家去找个字典，就发现 ind 通常都念 int 这是一个特别规则就像 ind ighIGHT 你念 IT 很特别他们都是 VCC 母子子但是我们讲元辅辅反而都是念 I 长母长元所以这是要背的所以 I 长母长元 I 短母短元 E，I 长母双元 ，I 短母短元 ，E，E，E。好，我们来今天第一个单词，第一个 rhyme set 语音组合 ，IND，INT，INT，INT， 首音 W，Wind，Wind，Wind，IND，INT。Aint, aint, so in B, b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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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in BL, bl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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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in F, 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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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in G, gr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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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in H, h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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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in K,Kind, kind, kind. So M, mind, mind, mind. So R, rind, rind, rind. 好，所以我们要进行到第二遍之前呢，同学们要进行到第二遍之前，请记得，好，我们技巧面还是一样，这个我们的课程还是一样，我们在教导你啊，在指导你，什么叫做韵音？等一下哈，什么叫做韵音啊？什么叫做韵音 ？Rhyme 是怎么判断的哈？你的韵音是怎么判断的哈？当你了解韵音进阶的去了解这个自然发音、自然拼读的这个配备的能应对的这个公式规则。那了解韵音。改变前面的首音，利用首音加韵音，就是一个拼读、拼写拼读拼说的这个一个技巧首音加韵音你就会得到近似音我们把这个韵音锁住了之后改变首音就有所谓的近似音的念法了利用韵音首音加韵音的这个规则让你更了解发音是怎么回事还是一样啊，同学们这些单字今天有两个 rhyme set， 两个韵音组合韵音组合严格上是一组但是有两种不同发音还是一样，希望同学们找个字典找个线上字典或者买本字典查查这些单字的意思，做点功课今天赶快把这两个字组两个这个一个韵音组合两种不同发音，还有这些单字把它背下来还是一样这快速记忆一下好 ,IND, 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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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in W,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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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 a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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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in B, b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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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 blind, blind,
blind. F, find, find, find. G, grind, grind, grind. H, hind, hind, hind. K, kind, kind, kind. M, mind, mind, mind. R, rind, rind, rind. OK， 好，那我们来继续做一遍啊。IND, int, int, int. So W, wind, wind, wind. IND, aint, aint, aint. B, bind, bind, bind. BL, blind, blind, blind. F, find, find, find. G, grind, grind, grind. H, hind, hind, hind. K, kind, kind, kind. M, mind, mind, mind. R, rind, rind, rind. 以上就今天课程了，还是一样同学们啊，今天有两个字组，希望大家一个字组两种发音，希望大家能花点时间去了解一下。还是一样啊，如果喜欢 David 老师在这边提供的免费的这个音标哈，以这个我们自然发音啊、自然拼读的教学啊，如果觉得有用啊，能帮助到你啊，去了解为什么单字要这样发音啊，为什么要这样发音啊，它的规则是什么？啊，也希望同学们啊，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在影片之后啊，帮David老师来做一个按个赞，做个分享啊。还有这个，昨天David老师也啊，通过这个啊，中国上海啊沪江网校的一个师资认证了 啊。以后啊，David老师在之后可能会在早上的时间啊，推出一些啊相对的一些课程啊，也欢迎大家啊继续啊支持啊。就经验课程